谁呢？说我呢？哎呀妈呀！孙三，孙三，吓我一跳！你谁啊？啊！我谁呀？你谁呀？你谁呀？你叫什么名？爸爸。你叫爸爸？哎呦我去！这在哪把我失散多年的兄弟给我找回来了？我是听说了，我小时候从公园里捡回来的。这我妈什么时候上外国公园把我失散多年的兄弟给捡回来了？行了，我不跟你坐着说话，我站着说。哎呀，宝啊！啊，我看你俩咋有点重影呢？你看我重影啊？我瞅他现在像照镜子似的。胸肌吓唬谁呢？坐下，没工夫搭理你。我告诉你，我要去演小品去了。孙三，孙三，哎呀，咱俩不能打了，因为咱俩是失散多年的兄弟，已经找到了。我就是你的哥哥，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把我抱台上去，抱抱。也不怕你们笑话，自打去年涮丢了三碗面，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，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，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，有的还弄点拉根拌面，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。但是我并不气馁，开了这家烧烤店。你仨能精神了不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，给我留点神。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，给我盯住了，明白不？明白，没毛病。上医院看了，确诊了，都是你的毛病，不找你算差账，面馆能黄吗？不找你算差账，我跟你姐能分手吗？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，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，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。没毛病，姐夫。还叫啥姐夫了，我跟你姐都分了，这是单位，别套近乎，给我叫程总也行，叫野哥也行啊。好的，野总。我叫程野，叫程哥也行，叫野哥也行，怎么还整成野总了呢？叫哥行吗？好的，野总哥。你的智商是废了。哎，那个今天是过年哈，咱们正常营业，今天我们搞活动，大酬宾，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，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，你们呢？增加点收入，瓶盖留好了，晚上到我这换钱，开心不？开心。高兴不？高兴。乐呵不？乐呵。双击六六六。闹闹闹闹闹闹。别闹闹了，你俩上后厨串串去，把手洗干净的啊。你不用。哎，我家那小狗呢？小狗让嫂子抱走了。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。狗粮带走呗，都收拾好了，把卫生收拾好，我监督他俩去干活啊。哎呀，去年呢吃了三碗辣根拌面，大江南北火了一片，粉丝给我造了好几万。今天我故地重游回来再看一看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，按照东京北纬来算就是这个店。叶哥哟，辣根哥哥，海带
妹妹，海带妹妹胖胖了，辣根哥哥抽肉了，海带妹妹答对了，这老猫素酒的，进屋喝点热水啊，进屋喝点热水呀、啊，来红毛巾儿，不用毛巾，我自己带毛豆了，自备了啊，今天特别喜欢吃毛豆，那什么，你家的面馆改风格了。我家店面升级了，今年改烧烤了。啊，改烧烤了，有没有什么特色？看菜单。嗯，海参，烤海参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，就把我憋气坏了。今年我一定要吃的，烤海参来一个。海参烤一串。先给我来一串啊，我看看味道怎么样。行的话，我再多吃两串啊。好嘞。顺便看看你家菜价有毛病没。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，辣根没把我闷死。菜价挺合理，有2.6的，有4.8的。串来了，串来了。玩呢？海参呢？海参抽抽了。啊？别告诉我海参让蚕蛹给造了。海参呢？绑线去了。干啥呢？怎么蚕蛹骗我呀？给我个完美的解释。这不写着的吗？海参烤蚕蛹。啊、哦！又玩去年那本字游戏。破折号。又是你哥烤的吧？对呀。哎呦我去！咋年年整这事儿呢？这是干啥呢？海参，你给我出来。哥。啊？谁呀、啊？辣根哥。海参弟，我给你备货去啊！干啥备啥货？辣根儿就大蒜吗？行了，你把我整死得了呗！你要学习眼儿啊？怎么的呢？什么怎么的？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。哥，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？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？我泡水喝它呀。整点啤酒啥的。我不能喝酒，酒量太次。男人不喝酒，少在世上走嘛。大过年的喝点啊。这个啤酒给拿点。好嘞。不，等会儿等会儿，你回来问兄弟，我酒量不行，拿多少啊？拿一提了。拿你等会儿的，多少钱一瓶？5块钱一瓶，买一赠一，哥你合适？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？喝不了可以退。啊，那行了，整一打吧。哎呀，来一打。这太金贵了。哥，我跟你说啊、嗯，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。嗯。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。嗯。汤面换炒面。嗯。完了之后。不给钱，好使不？差点没人打死。那是你套路没使对，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。酒来了，这是买的，嗯，这是赠的。哎，行了，我酒量还不行。哥，你真的啊、哦？嗯。大过年的，老弟也没啥表示的。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，就你的智商太高了啊！嗯、老弟，祝你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来年越长越白，越长越高。我先打个样，干了啊！哎，兄弟，你这是干啥？你妈都喝鼻子里去了！你把瓶盖你捡来干啥呀？整一瓶啊！啊？那我你来来来，干啥呢？哥、哎，不是，兄弟，咱有杯，慢慢喝呗。给点面子行不？干了，老爷们儿，你看我这酒量不行的玩意儿，干了。哎呦我的，有点破，对，哎。枪呢 啊, 啊！谢谢哥，谢谢啊，真给面子，兄弟啊！这么的哥啊，我再敬你一瓶。啊？是吧？好事成双。啊！你这样，兄弟，我酒量我不行，我就一瓶的这样。不开心？我开心呢。不高兴？我高兴啊！你高兴你就喝点呗。你这么的，你要不开心，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？啥游戏？让你既开心又高兴，酒还下得快。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、啊？叶飞，你别说话了，看谁来了？呀，辣根哥哥，算牌的一点。算牌呢？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。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，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那还，
你还算啥算呢？你咋算都是哥有理，你算他干啥？是，哥来了你开心吗？我开心。高兴吗？高兴。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？没毛病。来，咱们四个坐下。不是，陪哥玩啊。玩啥游戏呀？别，哥，我告诉你，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，老有意思。嗯，就是很简单。嗯，捂眼睛。嗯，完了指呼你喝还是不喝？不是，这游戏我玩过，但我玩不好。玩不好再玩，活跃一下气氛嘛，为了开心嘛。行，过年开心是吧？行不行？那这样算我四个人呗。对 ，OK， 那玩呗。这样啊，谁先捂？你先捂。你是客人吗？尊敬你。对，你先捂啊，我先捂啊。对对。啊，你捂上啊。好，不许看啊。嗯。来，我来指，你来说，这酒谁来喝？喝不喝？不喝。喝不喝？不喝。喝不喝？喝。你看，喝。啊，上来我就喝一个。来，行，你这样啊，你这样，咱别着急，慢慢玩。我呢，我就喝一口，好不好？哥，喝用。哥，你干喽？你咋的？没人陪你还不干？不行，哥，来，我陪你。你必须的。你陪啥呀？你陪啥呀？到我班了，你都摔个瓶盖了。哥啊，这杯我敬你啊，酒下去，感情上来。哥咋干？这怎么都得这么喝，这么生活呢？啊，这全都这套路。那是爷们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开心不？挺开心。高兴不？我也挺高兴。再来一把，啊，玩来吧，就玩，好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好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来，扶上啊，好，我来指，你来说，这酒谁来喝？喝不喝？不喝。喝不？哎，你看啥呀？上班又没买菜，玩赖，不是，不带赖的，不是的。我怕你们骗我，我怕你一直指我，我说喝就好了是吧？这又怨我了，这又怨我了，听天由命这个游戏。再来，好，我来指，你来说，这酒谁来喝？喝不喝？不喝。喝不喝？不喝。喝不喝？喝。你看看，哎，又喝了。哥，你这点儿啊，太背了。来，走一个，这样啊，那盖儿你大，这样你说我挺大过年的，咱别着急啊。这样，我呢，咱就一口一口整，有杯呢，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，好不好？你干啥呀，哥？哥，这样，我陪你喝一个，来，走，这不是，这啥呀？这感应生活呀。开心不哥？开心。高兴不？特别高兴。最后一把啊！行，来，兄弟，拿这酒。这样，不闹啊，不闹啊，不闹啊。那个什么，你们开心不？开心。高兴不？高兴。不玩了。那个什么呢？我那不是个闲人，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，我先处理点事儿啊。那个，这局我先不参与了，再见。哎，等会儿哥。嗯，这玩意儿挺开心，咋喝酒就走了呢？再说了，你还没给钱呢。给什么钱？馋友钱。馋友，让海参吃的，我给啥钱？就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。我喝的是正的，我给什么钱？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。买的都让他俩喝的，我给什么钱呢？不对，你刚才在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。我给你个大嘴巴子。我吃点那狗粮，你管我要什么钱呢？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，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。不对啊，不对，你不能走啊，哥，这账没算明白。你还要什么钱？哥，你该忙忙你的啊，没事，他这忙啥忙啊？那不赔钱了吗？人家有理，有理我没挣着钱。你要什么钱？串钱。串钱是我吃着了吗？串。喝的酒也没给钱。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，人喝的那买的酒也没给钱呢。买的酒我俩喝的，你怎么还算账呢？啊，再算就赔了。
人这还剩一瓶呢，你是不是给人退5块钱？不对，不对呀、啊，燕子对不对？没毛病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这智商都，你看看，不对，不对，哥，你不能走啊！老板，有人喝酒不给钱。你看又等个谁？又等老板。面馆改烧烤，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？It's me。过年好，贵姓？免贵姓侯，八戒你说。行啊，一年来一趟。上我这开年会来了，又玩去年套路，喝酒不给钱是吧？这回不是不给钱，咱还得给他5块钱呢。厉害了我的哥，升级了我的哥，行啊我的哥。怎的？去年逃单，今年改诈骗了啊！这家把你嘚瑟的，这词儿不好听，有账咱不怕算。算呗，嗯，从头给我捋一遍，我给你讲一遍。哥，你讲啥玩意儿？你讲啊，咱有理，咱怕啥呀？你就给他演一遍，你看你演完，老板你就明白了。这就非得犟着去拿酒去。好嘞。不是，老板，你看啊，我就不信这劲儿了呢，白吃白喝还得拿着5块钱。行啊，咱就这样啊，我认了，我认，我非得把账算明白。来，散开。你坐这看，老板。有来了。好，这是买的。OK， 这是赠的。对，我进店以后，我说店改风格，然后我要了个海参，给我上一串蚕蛹，结果让海参给造。我吃了，他一上来，砰起一瓶，他就喝了。对，他是怎么喝的？你是怎么喝的？我是这么喝的。然后呢，就给我起一瓶，我就喝完了，我就放这儿了。不对，起的是空瓶啊，是满瓶的。满瓶你是怎么喝的？哥，你喝，你喝，你等会儿，他怎么喝的，我就怎么喝的。对，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。你喝呗，你有理怕啥的？你什么？你有理你怕啥的？干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差一个，我是这么喝。我告诉你啊，往下进行。哎呦我的妈！有澡巾没？下面全湿了。我就这么喝的。嗯。当时他说你开心不？我说挺开心。他说你高兴不？我说挺高兴。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，然后他就上来了，他上了第一把我就输了，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。他是怎么喝的？我是这么喝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他就这么喝的。其实他站那边太优秀了。你是怎么喝的？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。对，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。不是我，你干啥呀哥？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。我告诉你啊，必须得喝，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，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。我哎呦我，他是怎么喝的？我就这么喝的。演完了，没呢，没有呢。这是广告啊，没有呢，还差一瓶呢。我要说，我就说吧，我酒量不行呀。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，我说开心呢。他就那就再玩一把吧，结果我输了，输了，输了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，对，是这个事儿。我起了一个，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？你俩是怎么喝的？我说我赔，你说你赔，咱俩说一块敬大哥，对不对？嗯。完了，啪，他这边又起一瓶，
不就这么事吧？咱仨是一块儿喝的。对，三瓶。对对对，瓶盖都哪去了？瓶盖都，瓶盖。然后他俩就喝了。对，他俩是怎么喝的？你俩怎么喝？我俩同归于尽喝的，互相伤害啊！我俩这么喝的。干啥呀？喷泉呐？放劲儿呢？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。好，他俩喝完以后呢？我是这么喝的，喝不喝？总共我喝三瓶，剩一瓶，往下进行。完事呢，我就要走，我就要钱。我说要什么钱？我说串钱。对，串让海参给吃了，我给什么钱？我说喝的酒也没给钱。我喝的都是挣的，我给什么钱？买的酒也没给钱呢。买的都让他们喝了，我给什么钱？对，怎么还能打五块钱呢？他不是剩一瓶吗？都打五块钱。老板，你不得不让他重演了？我劝你，你说重演一遍，刮又剩一瓶，这你得给人使坏了，这个。哎呀，厉害了我的哥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姐离婚离早了，我把我前妻叫来，让她给我捋一下子，这我真看不明白。你给我回来！你干啥呀？我这不知咋这怎么还能大输个钱呢？别蒙我，表面演的倒挺真，实际你们套路深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去年整小数点点我，今天组团恶意推销，往死怪我。老板配合店员玩呢，拿我当二呢。我看不明白呀、啊，黑店，黑店，这单今天我买不差钱。你别买，咱必须给他演。今天我就看怎么回事。你去把你前妻叫来啊！滚犊子吧！你到底哪伙的？你给我拿50瓶啤酒。好嘞。滚犊子！你把我整死得了。海参，你别说话了。不是，我是我越瞅你越像鲍鱼。我是你这头的。别说话。那个猴哥，刚才你有一句话刺到我心，你说什么玩意儿？黑店是什么情况？你们恶意推销酒。我说了，我就能喝一瓶。上来之后，他和他往死灌我。我抠死你！怎么能恶意推销呢？为了几个破瓶盖，咱能讲点良心不？啊！等我完事，我收拾你们。上听了吧？这是几？那是八。厉害了，我的哥。嗯。哥，今天这钱不用你拿，我请你喝，行不行？为咱都是农村家孩子，今天过年，为啥过年我这小店还营业吗？那等着骗我呢？不是那个事儿，你理解错了。嗯，看着我家门口这条路没？嗯，过年了，农民工哥们儿都没回家过年，为了赶工期，让咱们老百姓早点通车，多么伟大！嗯，谁都想家，谁都想过年，我特意告诉他们，把农民工给我盯紧了。到咱这吃饭，咱要免单，请他们吃顿年夜饭。嗯，所以说呢，今天不管我要请你，只要是农民工到我这吃饭，我全请。不是，说的是真的不？你可以摸摸我良心。好，我摸摸你的良心凉不凉？大哥，你喝多了，真的。嗯，哎呀妈，良心有点凉。你说的挺让我感动，是真的吧？哥。说实话哈，嗯，出门打工都不容易，嗯，能到瞧得起我，到我这吃点面，嗯，啊，配着毛豆来的，没啥吃的了。我不瞒你说，不管请你，谁来我都得请，嗯，知道不？嗯，你还有朋友可以都叫来，总共就六七个人，跟我一起坚守岗位的，可以到我这吃饺子，是真的。
这事我值得给我爸妈打个电话，不跟他们说一声。不用，别给老爷老太太添麻烦，别不用不用打，不用打。嗯，老拨号。喂，你说。不用，你说。你说话。喂，老爸呀。不是。老妈呀。不是，我农民工兄弟。啊，老弟呀。嗯。那个，你们别干活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到马路对面，啊，大城市烧烤店，赶紧上这吃饭，吃饺子。饺子是我亲手包的，肯定让你尝到老爸老妈的味道。行，来吧，来吧，来了。好的，哥几个，把饺子都给我下锅，热乎乎的给我端上来。等一会儿呗，今天是不是请我？对呀、啊。那让我剩把脸。怎么剩？把饺子搁串儿给我串一下，给我来20串烤饺子。大哥，饺子必须得煮，要不然不好吃。这是2017年的时尚，我需要引领。听你的，我的哥，把烤饺子给我端上来，请农民工哥们儿吃饺子。好。